以后我不是你的儿子，你也不是我的妈妈。你又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你心里没顺吗？我有什么顺啊？前两天去姥姥家，你大包小包的，恨不得把超市都搬过去。昨天去奶奶家，你怎么什么都不买了？你可真是个铁公鸡，一毛不拔呀。你一个小孩子家家的，有你什么事啊？还有，上次你给姥姥买衣服，怎么不给奶奶也买一件呀？你奶奶那不是有衣服吗？奶奶的衣服都穿了好几年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再说了，你妈是妈，爸爸的妈就不是妈了吗？咱们每次回去，奶奶都大包小包的给我们拿回来，你这样做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你奶奶都没说什么呢。奶奶不说是因为爱我们，你都30多岁的人了，这点道理你都不懂吗？你这孩子还在这教育起我来了，难道你不应该被教育吗？妈妈，姥姥生养了你，奶奶一心为了我们，都是长辈，就算一碗水端不平，也不能差得太多吧。百善孝为先，做人要将心比心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过年的压岁钱不是都给你了吗？你去给奶奶也买件衣服。妈妈，买件衣服花不了多少钱，却可以温暖老人的心。老人不图你什么，而是我们心中有他们。不要让爱我们的人寒了心。钱没了可以再赚，但是心凉了可就捂不热了。